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德国明基法尔克日前在图片报的节目中表示，萨迪奥文尼加盟拜仁的转会有 90% 的可能性实现。另一名前锋非常欣赏拜仁为了签下他所做的努力。拜尔克表示，他 90% 确定萨迪奥文尼将加盟拜仁，并且双方已经就转会达成了一致。不過拜仁尚未同利物浦達成一致。法爾克透露，薩迪奧文尼真係非常為拜仁所做嘅努力感到興奮。目前仍不確實兩家球會嘅談判幾時能有突破，最大嘅問題依然係球員嘅轉會費。薩迪奧文尼喺利物浦還有一年合約，拜仁為佢提供咗一份為期三年嘅合約。他的年薪可高达2000万欧元。沙迪奥文尼目前市场身价为8000万欧元。自2016年加盟利物浦后，他总计出场269次，攻入120球，并有48次的助攻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啦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